你想想，他们十七八岁，离开温暖的家庭，只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，而且没有一个人来叫苦叫累的，所以这也是支撑我坚持这么多年的主要原因。队长，你放心吧，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。排长，排长，排长。他们牺牲的时候，大多只有十八九岁，还是那么的年轻。脚下的这片国土，我们也一定会守得好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前进啊！战友们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我就说一句，你们能不能行？上马！兄弟们快点，大家跟我来，我想用我军旅人生中的第一次行动来当做我二十岁的生日礼物。注意脚下安全啊，人要是掉了江里，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我们的信念就是宁死不会让祖国的领土少一寸。就是最前线，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，就是万家的母，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得给我牢牢的钉死在这里。扛起他们用鲜血染红的战旗，亲旧团，敬畏祖宗。